哒哒哒哒哒哒哒赛马会奇乐唱一铺，大家好啊，系，哎，我依家同紧佢哋一齐啊，睇下，系，哎，呢个咧系呢个就系、Claire 系我哋嘅摄影啊，咁啊隔篱 Kelvin 啦，同埋 Tara， 咁咧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去拍嗰、那个身体嘅练习啊，咁就我哋依家食咗嘢先，咁就一阵间再见啦，拜拜。O K 啊，得唔得啊？呢个，唉，咁我哋依家喺拍摄嘅途中，我哋见到佢哋喺度睇紧之前拍嘅片，哎，但系咧，我要喺呢个时候咧介绍一个人物俾你识嘅，就系、是、Hello Winola，Hello， 介绍下自己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赛马会奇乐唱一铺的项目总监，咁我负责行政的部分，咁啊同阿 Sam 系拍住相嘅。系啦，咁佢就 Winola， 就我个拍档啦。系啊，佢都有今次都有份拍噶，耶、yeah, ，一齐玩啊！或者你会问，点解唱歌都要做啲身体嘅练习啊？两方面嘅，一来身体好啲，调气好啲，唱歌啊更加好听啦。二来，我哋相信唱歌同身体嘅每一个动作都可以互相配合，达至应有嘅情绪同效果嘅。例如，好激昂咁唱一句歌词，身体就会好自然咁向外伸展，而唔会缩埋一嚿嘅。所以，练习一啲简单嘅动作，去训练翻身体同四肢之间嘅协调，甚至强调翻音乐节奏同每一个呼吸之间嘅关系，绝对可以令到唱歌更加得心应口嘅。而家不如揾个空间，同我哋练习一下身体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en 啊。咁我哋咧前几集咧就同大家做咗开声练习啦，音阶练习，又做咗 beatbox 同埋做咗呢个洗手歌咯。今日咧同大家一起喐下身体，咁记得咧有啲咩唔舒服嘅地方轻轻就住就得噶啦。我哋而家叉住条腰，望下上面天空，伸长你条颈，放松嘅。慢慢地耷低头望下地下，又翻嚟中间，耳仔去右边，尝试去找膊头，另一边，又翻嚟中间，放低手，膊头向上下咯。准备上 ，and 上，落，再嚟上，落，快少少 ，and 上，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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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后嘅，喂，非常好，好有型啊，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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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住咧，我哋会做下手踭嘅，手踭 ，get 住，快 get 开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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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et 慢 get 开 ，and get， 再嚟快 ，hot get hot get hot get， 非常好，前后先 ，hot hot， 哎，准备去踏点咯，右边。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左，非常好。前后，前二三四，后二三四，出嚟。前面停低，我哋挥挥手先。后边，后，挥远啲啦，呼，再嚟。Hello， 后边，啊，你去右边啦，又挥下手先，有冇朋友喺度啊？另一边，我哋嘅朋友喺嚟啦。我哋咧，俾个大嘅拥抱自己，吸啖气，呼气。
伸个懒腰先。哎呀，我哋又揽自己，锡下自己。伸懒腰，我哋画个大圆形，再嚟揽住自己。再嚟大懒腰，今次我哋咧叉住腰咯噃，准备咧扭下你个屁屁啦，右边。左边，我哋快少少啦，去去去去，两边扭下先，非常好，好有节奏感啦，好兜下圈先，哇，用 pat pat 画圆形啊，再嚟另一边，非常好，好靓啊呢、这个圆圈，我哋又扭下先。打拳先，打拳，去打拳，上面打下拳先啦、啊，前面打拳 ，and 打拳，上面去，前面快嘅，哦打拳，准备啦，我周围打下拳先啦、啊。大家同我哋一起做运动喎，出咗汗咧，记得要抹下汗，换过件干嘅衫，保持身体健康，唔好涉亲啦！俾啲掌声，大家！做咩啊你？阿 Sam 啊，我唔系好识唱呢啲啊。记住留意一下咧，每个声部嘅大细声喎。都要留意咧，听一下其他人唱紧啲咩，然后作出适当嘅调整。咁你有冇兴趣唱一下？相信好快就会见面噶啦，再见。拜拜。